放心，你肯定站不稳的，我知道。再往下，我们来练习加一点点的旋转。OK， 看这个动作啊，回到前面那个动作哈。首先第一个是摆荡，对不对？摆荡完了以后加步伐 ，one 啊 two， three 啊 four， five， six， seven， eight。OK， 在这个基础上面加一个转，放心，你肯定站不稳的，我知道。One 啊 two， three 啊 four， 注意看我身体往哪边。反方向，然后注意看这个转啊，我转的时候这只脚要吸起来，看到啊 three 啊 four， 看清楚没有？好，一边两边都得练啊，现在先做这边的啊 one 啊 two three 啊 four 啊 three 啊 four， 这个叫美式急转，背过去再来一次，我们先做左边的，看到啊，后撤，打开，落根，站上去，下啊 ，C， 然后身体往反方向扣住，然后当我手打的同时，这个转的时候手要打，打手的同时，这个脚伸直，伸直的同时把这个脚吸起来，咻，再落回来，哒哒，重复一，打二，三，打四，五，打六，一。打二，打三，打四，五，打六，好，现在反过来这边的，啊，吸腿，后撤，一，打二，三，打四，打五，打六，打一，打二，打三，打四，五，打六，转晕了没有？还好吧？啊，牛仔舞就是这样子啊，它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什么？Spring 旋转。